因为今天是带这个我们的女生好友来跟大家来跟大哥拜年。明智今天也有带一位朋友来，这个算是马来西亚的国宝，他在新加坡当 DJ 的。啊，国宝等级的。这个人呢，我想也是带一个女生，要女的。女生她的特色是这样，我先讲哦。一般上女生在 IG 上面哦，就很多那种很性感的嘛，他们粉丝就几十万是很正常的。对，那可是破一百万华人，我说华人呢，其实十只都是个位数，十只手指算不完，就很少。破百万，破百万。其实我见过他也只是那几次而已，可是因为我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有在 follow 他，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拿来就是上去看你。我懂我懂，就是你的消遣。可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第一次见他真人的时候有一点认不出来，因为他就是有穿衣服，没有没有穿东西，就是对他平时在 IG 上面就是穿比较比较性感，少一点，他穿太多就比较难。所以他是 DJ， 他是 YouTuber， 他是哇 IG 粉丝人是一百万。那希望今天他穿的跟他 IG 的差不多。他是新加坡人吗？是马来西亚国籍啊。马来西亚国籍，然后在新加坡工作。OK， 来我们欢迎新加坡，不是马来西亚，欢迎欢迎。哇，好丰富啊 ！Oh my god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主持人们好，我是蓝心蕾。所以说这张照片是送给我跟立冬的。对，这是我写真。对，还没打印出来，这是。哦，那会不会什么时候印出来？现在，农历年后会发行。对啊，对不起，农历年，等我一下。没事。印出来不是印起来。当我没说，剪掉。哇，这抢先看呢。对，抢先看。他等农历年才会印。而且，我觉得他这张照片也很厉害。你看嘛，他上面穿的虽然是晚礼服，但他穿一个这么可爱的鞋子，又让人家感觉到南洋的风味，是，然后脚那么白嘛，他完全在展露他的腿有多白这样。哇塞，轩轩身材，请问一下可以问一下你的三围吗？34、1、2、4、35。啊有，请问你的星座？天蝎座。你怎么认识名字？名字？因为上次有拍过一个贺岁短片，然后还有一个激励营，就是在泰国就三天两夜的那种激励营。激励营？激励营是什么？激励生活营。对，三天两夜的内容大概是什么？哦，生活营哦，一些教学啊，透过你激励自己这样。不是，就是他有，其实是他来激励我们。对啊，就是透过他，你们激励了，就被激励。对啊，老君的超会更激励，老君老君，积极向上，会积极向上。可是他说他第一次看到你穿的没有像今天这么美，因为我平常私底下就是比较保守一些，对，就是可是工作关系，就是 DJ 要穿比较性感。就大家好像看得到，对。我怎么了？干嘛这么早把夜店给我？对啊，我应该现在在开的嘛。对啊，可恶，为了他开吧。对啊，以前 DJ 都穿得很保守的，哎，都男的，好无聊。对啊，现在 Oh my God， 很多女生 DJ 都比辣的，是。对，所以比较穿比较少，性感型的。你是马来西亚哪里？新山，新山就在马来西亚旁边那个，就过一个桥就到新加坡，对对？过一个桥就到新加坡。跟他讲话没有那个马来西亚，不懂，你又不是新加坡，你去过新加坡没有？还没讲完就直接去过新加坡没有？我去过一次啊，去过一次啊。什么森林什么森林达尔啊？怎么念？马来西亚，什么东西？圣托萨吗？圣托萨对，圣托萨。森林达尔是什么？森林达尔，我记得地名。你在新加坡多久？因为我之前在那边读就是大学，对，所以算是17岁过后就在那边生活。新加坡菜，或是日本菜，或是台湾菜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台湾啊。男生的，还是在问男生？男生啊。男生。我讲的是讨厌。我觉得台湾吧，因为比较容易沟通。日本的话就语言方面有问题，对，不会讲日文。对。那新加坡男生跟台湾男生差别在哪？对啊。台湾的比较体贴，就是比较小男人一点。这是真的。对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台湾男生大部分都是暖男，暖男。刚刚想讲软暖男，就是说不分软暖的。像女生肚子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煮，我都准备这个暖暖包。哇，怎么样嘛？她肚子不舒服，我就来热敷。我热敷你 ，I love you。原来你刚刚忙东忙西就为了这个，等一下还要还给工作人员，这是借的。听说你有收过那个特别的礼物，
是特别的花、哦。请问你听谁说的？哎，听那个前面那个大师说的。特别的花，特别有钱花吗？还是什么什么？对，就是我之前就是上学的时候，今年上学的时候大四，嗯，然后就有一个可能，现在还是大四，但是大四二十二岁，有办法毕业吗？有办法毕业，那就不会大事不妙了。然后就有收到是可能一个疯狂粉丝，就是他跑来我学校，然后就送我一朵很大束的花，嗯，然后那个他就跪下来，然后他就求婚，对，然后他的那个花上面就是挂很多那个，就是我的照片，就是他特别是放了那个保险套，然后那保险套是用过的。就感觉旧旧的，有点湿湿的感觉。全部都用过。哦，那个是大树特殊的花了。对啊，我懂了。他现在一跪下的，我为了你已经用过这么多了，我自己用，你可以嫁给我吗？这样。这是有点精神问题。就看起来好像是三十。名字啊？东南亚有这个习俗？对，哎，我不知道哎，这是你们的传统。我没听过，还蛮变态的。对，有点夸张。没有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以为绝对不会，因为我们不能乱学。对啊，我们哪天看哦，你新加坡人，然后我们也去跑他们。搞错，搞错，搞自己，对啊。他的方式跟那个立冬差不多，他是来试探他反应。如果他接受的话，可能就是下流，就有点下流。他就好像传过去那个影片。那你身材这么好，皮肤这么好，其实新加坡那边太阳很大，很热哦。对，那你还可以这么白，然后皮肤这么好，你有在保养吗？有哎，就是要涂多点防晒，然后出门的时候要穿多一点。对，哇，那我们就平常的时候就穿比较多长袖那种。对，因为我们小时候在新加坡那么热，你应该穿的更少啊。但是天气很晒，就是要穿多一点衣服，对，还要带伞。没有马来西亚腔很特别。请问马来西亚腔是？马来西亚都会有一个腔调啊。你干嘛指他？没关系，你叫他示范。他现在马来西亚拍 MV， 他有学到几招嘞？你做没啊？可以可以。对啊对啊，你嘎仔好超啊，你嘎仔好超啊。什么？是中文吗？是马来西亚话。什么做没？可以没？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没？他们都会语调会往上啊，可他就都没有那个腔调。其实我个人去了马来西亚这个十几次，我没听过这种语调。你那有点躁郁症。你是遇到水鬼的？真的有啊，说哇老哎，哇老哎这样子。哇老哎，那是我老哎，这个我有。对啊对啊，什么的。前面不是那个没有，那是广东。没有，哦你刚才好臭的广东话。你刚才好臭。哦，那广东话。对啊。他说你腋下很臭。你腋下好臭。你在那边干什么？为什么会学到这一句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突然间跟我讲这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说学一些当地的话，才能这样子大家融入在一起。你那个是在广东的，你下去广东这样讲，可能会被揍。那你胸部有在保养吗？有哎，因为我经常就是做运动，就是跑步。跑步就是容易下垂。会下垂啊？会下垂？会下垂，就是要穿运动内衣，比较紧实的。用手跑掉，跳什么？我想帮他跟他的粉丝讲一下，因为班上那些 IG 上面他们修图很严重，嗯，而且我看到现场的哦，是跟 IG 差不多一样，嗯，真的，不修的，不修的，对，不修的，不修，不修蝙蝠啊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不是靠修图，现场 live 的，大家都能作证，看到没有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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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哦，为了表示他是真实的，我们要来触觉。那以后如果台湾男生追你的话，对，对，有可能。我觉得有可能，因为现在是陆续往台湾发展，然后觉得台湾男生都蛮不错。那我跟你介绍一个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错。他刚刚才被他的妹妹拒绝，谁？然后呢，他不错，人又体贴，然后很会带气氛，是啊。无聊的时候还会传影片给你，对，还会把你热敷呢。他有各种，他有泡温泉的，啊，他有电车的，哎，我为你介绍张立冬，你看到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认识一下今天什么星座啊？天蝎座。讲过了，没事，从头再来一次，很专心，然后再来一次这样。嗯，天蝎座，那很好啊。你什么座啊？处女座。和，哎，对，对哈，对啊。你怎么不？为什么对？处女天蝎和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他走心，他就不会访问。对对对，我有发现，他不是老私底下开始冒汗了，因为他觉得这个耳朵红了，你看。就不敢没有哎，好笑。我只是随便讲讲，你就走心了。没事啊，还是祝你这个未来写真集大卖。对，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要发？就是农历年后。所以先追踪他的。大家等成这样，我们很累的。嗯嗯。哦，那现在还是单身吧？对，还是单身。嗯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比较喜欢风趣一点。哦，他刚刚的，他说不好笑，没人敢说好笑的。真的真的，台湾雄猴球哎，谢谢，请坐。好，谢谢，欢迎。谢谢。